下。微信，王爷见信，便马上入宫，告知皇上，绑架凯尔比一事，是我乔慧心暗自勾结云四所为。如今你身受重伤，也是与我残害。皇上即使不信，也会为皇家颜面保住王爷。慧心有自己的事情要做，不便再拖累王爷。五年。他心中居然没提到自己会怎样，也没有提到九弟会如何。难道他真的想要玉石俱焚？慧心，对了，乔慧心有一句话是真的，说是他想让李沁死，他早死了千百回了。从始至终，他都只想要我的命。只能听到我的声音，其他什么也听不到。
杀了我，杀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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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对，就这样。朝这里刺下去。朝这里刺下去。刺下去啊。我绝对不会杀害心爱之人。今日他若不死，你们就跟我一起死。李月，他死了，他真的死了，一切如你所愿，满意了吧？是，我满意了，得不到你的爱。刻骨铭心的恨一辈子。别做梦了，无论是爱还是恨，我的心里永远只有明月一个女人。怎么可能，我做了这么多，怎么一句你还不把我放在心中？既然如此，我便压着你同居阎罗殿。王兄，王兄，我心还好，疼干上了。救他，杀了李谦，王爷就再也没有敌人了。你也永远不懂我的恨。爱而不得，越爱越伤。
想必没有人能比本王更能感同身受。可是本王知道，你应该更痛，不然你又怎会把自己逼到如今这个地步？王爷，属下来迟了。这，灵王殿下的，王兄为救本王，你先是准备棺木，
进宫向父皇报丧。是。爱卿这盘棋，谁先动心，满盘皆输。我输了，他也输。我会在父皇面前保你一命，这是王兄的遗愿，你给我记住，你不许死，也不配死。往后好自为之。带走。父皇节哀，回心罪大恶极，特来向父皇请罪，但求父皇不要深究灵王之过，赐王爷一份哀荣吧。朕当初真不应该让薰儿娶了你。慧心已无亲族，这副残躯听凭父皇处置。听凭处置？朕真想将你千刀万剐。只会让天下人都以为我北宣灵王竟然被一个女人蛊惑。他可以为一个女人不忠不孝不仁不义，朕不会让寻儿的生命因为你而受天下人非议。父皇果然不肯让我死，我也的确不配死。
可你想知道朕要如何处置你吗？朕要将你囚于掖庭暗室之中，终身不能见一丝阳光，也终身不能与任何人说话。你就在黑暗恐惧之中孤独终老吧。谢父皇，但求父皇开恩，许我带一件夫君的衣物。你不配，你不配。谢父皇，来人，在，拉下去。是。云儿，云儿。云儿啊，云儿，莫非今夕不孝儿立勋七纲，母子十五年疏离，并非儿臣本心，为政非一事，终成你我母子心结，儿岂受？还要再去看寻儿一眼吗？臣妾不忍再看，日后身负皇权，自会相见。丧子之痛，朕和你一样，但你也要保重凤体。今后还需你办朕身策。皇上，雪儿去了，臣妾也生无可恋了。有些事情，臣妾也不必再背负了。臣妾也承受不了那么多的秘密和愧疚了。什么秘密？这是寻儿留给臣妾的绝笔信。当年正妃给吴美人的那碗堕胎药是臣妾准备的，永泰庵的那场大火也是臣妾放的，
所有的人都以为是谦儿无意当中烧死了郑妃，所以皇上才不肯细查。您以为您是保护了谦儿，可谁曾想保护的其实是我这个罪魁祸首。所有的错那是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。为什么她可是你的亲表妹，对你一直很敬重，绝对不会有一丝的僭越。因为臣妾钟爱皇上，可自从他出现了以后，皇上便不肯再看臣妾一眼。臣妾也是个平凡的女子，贪恋皇上的恩宠，所以即便她是我的亲表妹，臣妾也容不下了。这么多年，是朕错怪了她，错怪了谦儿。朕乃堂堂一国之君，你究竟还有多少事情瞒着朕？臣妾本想连谦儿一同除掉，可是寻儿却拼命地把他救了出来。寻儿这些年一直都不愿意与我亲近，臣妾本以为是他不懂，他不懂我除掉谦儿是为了他好，是为了他可以安安稳稳地成为太子。臣妾时常在想，莫非寻儿是恨我这个母妃太过心狠手辣？可直到今日我才明白，并非寻儿不懂，并非她不爱我这个母亲，只是她始终都无法原谅我对郑妃母子做的错事。这么多年世人只知道雪儿做了多少错事，只有臣妾明白她是如何费尽心力地护着谦儿，护着我这个罪孽深重的母亲。这些年朕竟然丝毫未曾察觉，寻儿竟然如此左右为难。如果当年臣妾能够摆脱心魔，想必谦儿就不会受这么多年的痛苦，寻儿也不会死了。为什么？报应不在臣妾的身上，这些年臣妾与皇上的恩爱都是从郑妃身上偷来的。你别说了，终究是梦幻一场。你别说了，你告诉朕，朕愿意和你同做这场梦，永远都不要醒过来。即使梦，终究是要醒来的。
太医说过，他的外伤已经无碍，脉象也都正常。虽不知为何还在昏迷，但也许慢慢就会好起来。本王用尽了所有办法，想让他醒过来，甚至想修补好朱心凌。可这朱心凌仍未修好，他也仍是这个样子。人还在，办法总会有的。阿珍，你说他是不是在跟本王演戏？其实他已经醒了。明月，你若再不回来，我都已词穷，不知该如何安慰他了。我纵使再知心，终究也无法代替你来陪伴他。别说是你，恐怕如今我连这个泥人都不如了。亏得本王身上只有这一件明月所制的东西，要不然恐怕你的位置还得往后排。康乐，康乐，别拦我。哎，秋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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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康乐，不要打扰明月。都说了你别打扰他，咱回去吧。啊，九哥一直拦着不让我见九嫂，自己却一点办法也没有。若是九嫂想我，我这一招兴许就能把他给吵醒了呢。康乐，这不是左小做的泥人吗？如另一个还在，他看见他们在一起，兴许会有些感触吧。你干嘛？这是明月唯一一件给我做的东西，若是坏了，就再也没有了。什么坏了就再也没有了？无非在九哥心中认定九嫂治不好了。闭嘴。哎呦，小祖宗，你别说了，咱们回去好吗？我偏要说。你太放肆了，你赶紧回宫去，别再打扰我。对对对，快快快，我们走吧，我们走吧。别闹了，别闹了，走吧，走走走走。小姐，别怪康乐。想必你也有和康乐一样的揣测吧，只是未曾说出口。我们如何揣测都不重要，毕竟无法设身处地完全感受你的痛苦和伤心，但我会好好看着你，不许你放弃。幸亏有你在。王爷，宫里传旨让您去御书房面圣。去吧，发生了这么多事，总要与皇上有个交代。
那全部都